的，你底裤都给我看穿了，不拿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我们今天继续来打天梯。最近这段时间呢，我发现萨满的这个登场率明显有增加。当然了，大多数都是法强萨，没有什么看到就是任务萨或者是进化萨，美服几乎没有进化萨，就是我打到现在从青铜一路打到传说，然后一直在打就是没有进化萨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不用这个牌，我觉得进化萨现在特别适合环境，对吧？美服现在清一色的都是这个法强萨。我们来看这一对局。首先我跟你们讲一个要领，就是打法强萨前期不要乱摇图腾。第一，你看他手里面有个冷风，如果你摇图腾他就能冻结你的图腾去过牌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强行不打，他可能只能冻自己的怪或者冻自己的图腾去过牌，这个其实有很大差别的，对不对？其次，图腾没有任何意义，到中期或者到后期图腾就是吃血肉的份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先给大家上第一课，萨满内战不要摇图腾，对吧？因为图腾真的没有用。我这里你觉得我能自信退到瓦斯奇吗？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啊，对不对？走走走，哇，我给大家上第二课，不要随便打退化。我靠，他是觉得有个法强，他觉得我已经没有这个气势了，对吧？哇，你这么交伤害吗？你交了三张伤害，哎，你当我吃屎是吗？我也没有办法，我都拿笔记激活，激活变身了，只能就是我也没有办法。我有办法我会这么打吗？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冷静一点，他这么打其实是不对的，因为萨满的后期很强的，当你开始想抢萨满血的时候，你其实已经处于劣势了。而且还有一个点是，他可能不会认为我带运河的，因为现在任何的像法强萨其他这种萨满没有一个人带运河，只有我的任务萨带了运河，当然进化萨也不带运河，对吧？所以他觉得萨满的回血就靠砍砍。我告诉你，茫然去抢一个萨满的血量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，你看对不对？你抢完之后我抢21血是不是？开玩笑，跟我打内战，对不对？我虽然运气不要，我靠，我要不要二加三啊？来吧，出一个奶六我血赚啊，我这里要奶六和打二，好吧，听到了没鹦鹉？奶六奶六奶，没事，打反了，打二可以，下一步奶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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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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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，哎呦喂，一个奶都没出吗？但是我也能接受。但是现在这个场面就会有一个隐患，我的怪都占满格子了，他下血落我就很烦，我手里有一个血落，但是他动我一下我反动一下就难受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场面，我有三堵墙，我觉得我可以下吃手手，把他一个法强给老子吃了，大大大雪落 nice， 吃一个法强，法强四三四四三四四三四四，小法强也可以吧，就这个场你不用担心，我觉得他不太能过得来。他如果就算过得来，他交一个法强交一个大地崩陷，对不对？九宫踢脸，我们也还没有死，我们有运河，但这个场面就一定要处理。这就是我前面说的萨满内战不要摇图腾，格子都送不掉。我去，我现在只能指望指引里面给我一点梦想了。指引加油，给个啥好退化吧。我去，刮，那刮可以啊，全拿刮掉12-12，摇英雄技能过，他可能又要来了。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兄弟你跟我打内战好吧，就是我运气虽然不行，但是我敢大言不惭的说一句，我萨满内战的技术那可是啊，你看打两洞是吧，你看出这个啊，这个时候你们看直播弹幕刷起来啊，对不对？开玩笑，咋又看直播，你们看视频的弹幕刷起来啊，对不对？主播的内战技术怎么地说，他把鹦鹉也交了，他没有第二个血落了，这里我们可以冻住，因为不然会有点危险，我们垫掉自己的怪，我们也下血落，因为他不可能再有血落了，两个鹦鹉交了，血落交了一个，被我吃了一个，你来呀，跟我打内战！哎呀，我的妈哟！我出来打萨满的时候，弟弟你在穿开裆裤啊，喝奶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太嚣张了，主播，请主播注意嘴脸，有点嚣张，有点嚣张，这过分了，过分了，大家都是自家人，对吧？自家人，还好他听不见，对吧？过分了，过分了，过分了啊！
么开裆裤，搞得你很老一样。现在观众谁有都当你叫你奶奶了好吗？你看下面评论，奶奶我来了，妈都不叫，直接叫奶奶了。喂，啊，这个人不会数学，啊？你说我要不要打运河过桥？算了吧，我想打运河过桥，问候一下，来吧，给奶奶一个拥抱，跟我打内战啊！哎呦，我又搜了一个萨满，哎，不知道我能不能剪一期萨满内战，我觉得应该还蛮好看的，因为萨满这个职业，大家看我直播都喜欢看萨满，对吧？看我视频的很多新玩家也知道我是一个萨满玩家，哎，那你，这是一个任务萨内战。哦呦，好看了！萨满现在主要形态，我们之前说过，就是以法强萨为主。但是我居然搜了一个任务，但即便是任务内战的话，它的构筑跟我一定是有差别的。我的任务萨构筑是独一无二的啊，不是说我的任务萨构筑有多好，就是因为我贪，我带了很多后期。他们这样的萨满应该是带狼魂、带法强这种版本，满编四三四的，我跟他们不太一样。这里的话，因为是一个四血，我们打不掉，我们先出这个，然后去过一张牌看一眼，还行。他估计是带狼魂版本的，你看，对吧？狼魂这个牌，我觉得他没什么毛病。三费过载一是一张完全能进构筑的牌，为什么我不带呢？稍等一下，这里是笔记指引，我觉得没毛病，这个场面没有必要太尊重。先开一个指引再看一下。哎呦，法强四费，哇，这两怪好好，再来个法强，零费那必拿，换一个过。为啥我不带狼魂呢？因为这个牌没有属性。就是现在萨满对法术的属性，自然法术、火焰法术、冰霜法术，这个是很注重的。这个牌唯一的一个缺点是它没有属性，如果它有属性的话，我一定会带它的。下个版本的萨满估计也是玩这种什么五彩斑斓的属性，对吧？所以一个没有属性的法术牌，除非它有不可取代的作用，不然现在很难进构筑了。那我就先法强打三，把这一个四打掉，因为它给我的压力还是有一丢丢大。剩下两费的话，应该就出一个二货了吧？没事儿，场控也没有很高嘛。他这套牌会比我快，所以我会看着他做任务的进度，我也跟着做任务，就是。萨满任务萨内战是不能你的任务落他很多的，两回合是极限了。如果你的任务落他三回合，你这局大概率会输了，因为他会拿无限的资源来打你。哇，他不劫场吗？你三二换四三你都不要，哇，你要么是个贪逼，要么就是个傻逼。这里应该是个挂四啊，神偷了个笔记，没办法，打不了笔记指引，只能先开指引了。还行，法强垫掉三四，然后开四。哇，这个人你要么是菜要么是傻呀，一个萨满内战，而且他是个任务萨，他是个法强萨我能接受，他要尽量蹭我血量，对吧？他是个任务萨，他居然打脸，我不能接受，太菜了。就跟大家说一下，打内战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不要抢脸。现在很多时候像打我这样的萨满这个职业是有回血的，抢脸基本上你就走远了。你看他手牌是这种东西，你抢脸我无法接受，太菜了。他有可能认为我不带运河，不带也没有关系啊，不带你也不能抢脸啊，算了，咱就不要去抨击同行了，对不对？这里的话可以把这个二段做完呀，就打一个二看一张，然后打三把这个三二解了就行了。现在的问题是在于他出了加二的法强，所以我还是需要去找回血的，万一他给我抢一波伤害还是危险的，十八血不稳，这个倒是真的。我要去找什么呢？找变身，找运河。对面打火星了啊，你不等你法强醒了打火星吗？那说明他手牌很烂，他要去赶任务进度，他认为我任务太快了啊，这个我能理解的。这个我们之前说过，任务萨内战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看两边的任务进度，他是估计我任务进度太快了，他这个任务进度错确实做有点慢，他用一个火星把任务赶平了，用了一个火星就是把任务追平了，对吧？火星真是一张神卡，看看。五，我想想啊，那我觉得我能相信六加一呀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来，五，这场面就是右边那个风怒小中医有点危险，别的还行。不过他用火星他过载了，但他这个构筑是带解锁的，打五，蹦蹦，啥意思？七。啊，夹断 ，nice， 菜逼，哇，你这么贪的吗？这火这个牌，你看，就一个牌能夹断，它都夹断了，就是火，我告诉你，谁用谁知道，牛逼。还好这个火夹断了，闪电剑，我想想看，我一定要去过牌了。
有没有运河？运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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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那这里的话必出这个运河，我怎么撞更加合理一点？我打一个运河，然后去撞它，四撞它，好像我只能解剩一个二杠四，没毛病吧？这个去撞它，运河撞三六，四四必解这个法强，二杠四留着吧。二杠四留着，只有一个隐患是他如果也出二一四，但是像他这种萨满不一定带二一四，对吧？我是带他不带，这只打十打不掉吧？哎，对面这，但是不要笑，对面任务做完了，哎，我任务也做完了呀，这有什么关系了？而且我还是先手呀。这个萨满打的就要不你别打了吧，我看你打这个，我的有点那个啥。我想想，闪电剑，然后交激活，然后打五七七，然后打一个二加三，占个场，没毛病吧？这里就可以展示一下什么是二一四加五七七。这里的按照大家的说法，这里我应该是可以出四个充能，没毛病。如果我没有出，我就去举报，对不对 ？bug 了，啥玩意呀？终于给你们展示了一下什么是二一四加充能，我去，回合结束了，举报出 bug 了，你们看看这属性不对。我要去举报，大家给我截图啊，作证啊，对不对？别蛇皮好吗，主播？真是别蛇皮，举报！这不会你们反手给我点举报了吧？哎，等等等等等，他找了个兔子，找了一个表哥，那也不是死了吗？不，场攻三七二十一加二，你二十六血，我是个做完任务的萨满哥啊！这个任务萨太菜了，兄弟啊！你这个别玩了吧，别丢咱任务萨的脸。要不你来 B 站看一下我来西瓜视频，来头条视频看一下我。我真的不是给自己打广告，这真的是要为我们萨满玩家证明，任务萨是一套有强度的套牌，真的不是他打成这样这种蛇皮，人头一定要给自己。你看主播这种细节，对不对？这种细节人头一定要拿到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学到了吗？任务萨内战啊，那是看技术的。我们换了一套进化萨继续来，搜了一个萨满来，我来告诉你们进化萨怎么打法强萨。好多人都说我这个牌打不过法强萨，来我教你，他过了是吧，二一四直接硬币出，因为对面这个萨满的两费也就是一个三杠二，如果他开什么法强，他教什么法强，电剑解你，你血赚，对不对？卖，你看卖啊，这样的话我们能拿两个冷风回来，我们不是血赚，就是这种手牌如果你有的话你就要卖掉，这样的话你拿的是节奏，就是你不要在意你什么这个卖掉你没有拿到资源，对面解你对面也亏啊，是不是？激活什么东西啊？啊？哦，他为了要把我旁边那个带掉，不然的话他打一个二就行了啊，他打我脸是干什么？还卖血，这什么打法呀？能看懂不？我人傻了，这萨满打真好，这是美服三千名的传说萨满。哎，这一套都是这么大炉石的吗？你有解锁吗？你没有解锁，那你干嘛呢？我是有回血的，但他不知道。现在萨满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回血不多了，只靠布鲁坎这一个回血牌。布鲁坎的话，变身是稳定十一血，通常变身不会拿回血。其他的英雄技能就是靠随机，对吧？像我这种萨满也不会带运河的，因为运河已经不太适合铺场萨的节奏了。我任务会带运河，对吧？这个萨满确实回血比较少，撞了不砍，集合时再拿一张，可以的这个场面。所以他会觉得萨满内战就是他，我能摸一点伤害是一点，能蹭一点伤害是一点，到后来你什么十来血就直接给你带走了，就是这样子。闪电剑，那么他回手一个电剑，手里面有一个电剑，对吧？这里的话问题不大，我们先把六开了。哎呦，两个六，上回合没有砍，真的牛逼。哦呦，那就砍这个四血的呗，来一个大的。哎，这个三杠七不错，但是用不到，他会教雪落的。这种卡组内战，我告诉你，先手打雪落那个优势，不是劣势巨大。是这样子的，他先有打雪落，我们再反打雪落，我们就优势了。萨满一共四个雪落，我手里面有三个，我不信你有四个。来，你继续动，继续啊！好，两个交了，来啊！这萨满内战是啥？是拼谁血崩了多，对不对？开法强，你开，那他应该是先开了比较好，这个排序没有很好，因为这些都不是战吼，不影响你鹦鹉的战吼触发啊。所以他应该把这些牌都换了，这个萨满真的蛮菜的，大家打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。你看还摇图腾，我的妈哟，这你真的是菜到我哭了。嗯，继续动，开心就好。
你不是自己少动一个吗？而且我前面就一直在跟大家说，萨满内战不要手贱摇图腾，很蠢，图腾真的没有毛用，你说有啥用？除非那回合你要打个雪落的时候，你格子只有一两个，那你摇一个，不然你看我这种怪那么多，图腾真的没有鸟用。这里我们可以考虑继续动它。再来一个，如果他下回合再交一个雪落，除非他要垫掉自己的怪，你看格子满了呀，这不是蠢吗？来，你把自己怪打了，开玩笑，作为一个萨满是不可能自己把自己格子占满的。他果然把自己垫掉了，他要干嘛？法强，他要交大地崩陷，他现在全场打四，又是一个闪电剑，哇，两个电剑拿来电自己，这个萨满让我大开眼界， Bravo！ 他要干嘛？激活，他要踹我一脚脸，什么打三解锁，对吧？他能打极限能打多少？他有解锁应该，你看，哇，哥，你底裤都给我看穿了，Bravo！好像这样笑同行不太好。走，咱继续。我跟你说，我用进化萨一路高歌猛进，砍到了1000多，然后自己又作死，又去用一个任务萨，并且带导演，又回到了3000多。这为什么要自己作死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还是挺希望打点任务萨，打一点好看的对局，就是很多时候下导演吧，对吧？大家有点节目效果，毕竟我是一个主播兼 UP 主，对吧？我还是有一颗素材的心。你说我不作死，我是不是早登顶了？这啥又是个萨满？这是干嘛？这个法强萨，你又来了！哎呦，兄弟，你的兄弟姐妹对吧？三姑六婆的都被我打成屎了。算了算了，过牌过牌。法强萨，任务萨打法强萨不难的，就是你要看好你自己的血量，因为任务萨还是有回血的。第一，我们有运河；第二，我们有砍砍；第三，我们可以去找一点奶量。这里的话应该是一个3+1，那应该是先打一，排序不要错啊，先过牌看一下。火，那我都不想打三了，我本来是要打三的，对吧？我来了火，我还打三干嘛？是不是？指引可以开，下回合可以打火。哎呦，站在火里也还行，他给了我好多解牌。这个对局我还是更希望拿一点回血，毕竟奶量啊。哦，这是一个打脸萨吗？一定是，因为这张牌没有什么创建者是他自己带的，他也没有发现过牌，所以带风怒打击的一定是个打脸萨。啊，哦，这个回血好。本来我要打火的，但是他就一个怪了，我打火干嘛？对不对？哇，果然是个打脸萨，打脸萨退环境了。他应该是在退环境之前，最后想念一下打脸萨，是不是？因为风暴打击退环境了，比较退环境了，所以打脸萨大概率也没了啊。怀念，这里的话下游会是6分，大概率他会挂刀。如果我不出怪，他会提刀砍我脸4血，那我就可以出怪，摇个图腾，这里没毛病。最好来嘲讽，这样他会没有嘲讽的话能挡2血。就是这个时候啊，你出不出怪就会取决于他的回合数。就你看他这里砍我图腾吧，砍就是菜逼，他手里没有风暴打击了。太菜了，那这样的话我先打个7，下回合变身吃不到什么好怪，他没有大怪的，能吃一个算一个也可以，吃个过牌法强不错的，不然他会留回血图腾的，他如果有风暴打击的话，对不对？他要笔记实话，那这样的话砍我10，他会解我5吗？他要激活再打笔，哦，16血啊，就那么他打了一个风暴打击，打了一个石化，但为啥不先换？哇，这帮萨满的这个牌是真的烂，他打我16，我回11，对面有点绝望。你看这个时候准时变身的砍砍，就让这个萨满觉得什么叫萨满的奶量，萨满别走打脸了，跟我们一样走一个慢速吧，对不对？回了11血，出2堵墙，这个墙很关键，因为风暴打击只能解掉一个法墙，大地崩陷嘛，大地崩陷，好，你砍我吧，只有4费，还有风暴打击吗？他只有3张牌能用，现在只有2张牌能用，因为还有一张牌是刀，嘿嘿，对不对？他打了2个2+2过的刀，顺便还有一把刀，哎呦，你的牌我都看明白了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先过一张牌看一看。214，我觉得这里如果我启动火星可能有点慢了，我都倾向于摇一个英雄技能就过了。他
他这里可能是什么，可能是把这把刀砍了再换一把刀，打一个三差不多呀，就是要把这把刀砍了再换一把刀呗，没毛病。那么这个手牌我下回合可以启动火星。打一个萨满，我的天啊，我这是开天眼在打。哟，激活来了，那更加应该是火星了，相信火星的上限，来走你。那就打个三呗，先把左边这个三杠二解了，不要有什么打脸的心，我告诉你。这里的话拿法强，因为要爆牌，这里可以把法强开了，再拿个零费的法强，两个任务到手了。潮汐想拿但拿不了，拿低费的赚了，还行。这里的话可以拿一个冷风把这个扔了，又要爆牌，再看一张有没有回血啊，而且我希望冷风去给我过运河，我十三张牌里有运河没过到。哎，奶来了，不能打了，打的话我会爆牌，这里可以把加一加一打了。我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他如果抽到风暴打击的话，他的打三过不来，这是三血和四血强有本质意义上的差别。下回合如果没有运河的话，我们打笔记奶，对不对？手里就这一张奶，一定要好好珍惜，不能交的。冷风，哼，再换一张，你换啥呀你？哎呦喂，这就是萨满吗？兄弟们怎么说？萨满不还得看血眼啊？